桌上有一盘这个想减肥都难。约好多粉丝朋友私信我们，让你做红烧肉。是你想吃了吧？你就说做不做吧？做，走，买肉去。你们这是标准的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疯狂私信我干嘛呢？非得要把我拉下水？红烧肉就要买这种正经的五花肉。欧米，再来一块。一共29.2元，我们来去买点调料，来包冰糖，再来点料酒。有那么多东西啊？那你以为呢？做菜容易吗？带上我的小围裙，先烧烧表面的猪毛，清洗干净。等一下留一块给你做辣椒炒肉，那个绝对服你胃。处理好的猪肉给它切成块，横着再来一刀。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的做红烧肉了，这次不让他们做成功。试试吧，剩下这点肉去皮做小炒肉，冷水下锅，加姜，料酒给它出水，先熬糖色，加冰，中小火慢慢给它熬，这一步急不来，你大火了会发苦，熬成这种枣红色就可以，加入我们的五花肉，大火给它翻炒，把颜色给它挂上去，顺便把多余的油脂给它煸出来。打出来多余的油脂，这样的话烧出来肉不会那么腻，而且这个油等一下炒小青菜炒花菜超级香，加香叶八角生姜，再给它炒一下，加一点生抽，加半勺的温水给它烧开，盖上盖子给它炖20分钟。我们现在做小炒肉，来准备好青红椒，来两片洋葱，来点蒜片，先把五花肉下去煸，把多余的油脂给它煸出来，煸好加葱姜蒜干辣椒，再给它炒香，加点老抽继续翻炒，加青红椒洋葱，大火炒至青椒红椒断身，盐胡椒粉鸡精来一点，大火给它炒出锅气，双盘贼拉下饭的辣椒炒肉就做好啦，配上馒头米饭绝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红烧肉也好了，红烧肉的小料给它飘出来，大火给它收汁，喜欢吃糖醋的给它加点糖和白醋，不喜欢吃糖醋的这样刚好，就问这个颜色还有谁，装盘，桌上有一盘这个想减肥都难，今晚我要吃两碗米饭，随便你吃，随便你做，肉来啊，吃饭，诺诺吃饭喽，肉吃不吃啊，学会这两道菜还想什么馆子，准备吃饭，你什么时候爬到正位上来了哈？啊，陈曦，哟，直接就往嘴里面放了，不给你吃，是什么？烂了，你要把爷爷急的，啊，你那么着急的，啊，哎呀，不腻人，这就肥而不腻，知道吗？要不然的话，你吃不了几块，好吃啊。哎呦，没爸爸没白疼你。人家说好吃肉绝对好吃。嗯，爷爷可喜欢吃肉了，我们家的小牙。我不能吃肥肉，都能吃这个。当然不腻。这种能把那个油全部都给它炼出去了。嗯。你怎么那么给爸爸捧场的啊？哎呦，你是一块接一块啊！这个时候你不减肥了？不减啊。你不是要减肥的吗？太好吃了，那么大一块你能吃得完吗你？我也来一块，这样烧红烧肉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？辣椒炒肉就要这么吃，拌上米饭，我先替你们尝一口，我感觉我能吃3碗饭，使劲吃，我不敢给人家吃，还要吃，再吃一块饭吧哈，奶奶不给吃了，愿意我就是我多多，妈，我都给你饿瘦了。你不环境瘦吗？我不环境啊。你少吃一点的，你都胖成什么样了都？妈，多吃点吧。吃点我们五块的。好吃。光盘行动。爷爷奶奶是不胖都难弄啊！你怎么那么贪吃的？想到你带上减肥。塞你是不是啊？好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